喂，左老师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你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姐她喝完酒没事吧？一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过敏了？手别往眼睛上摸。哎呦，我好像有东西从眼睛里掉出来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快救人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他眼睛受伤了，是眼睛里有东西掉出来了，可能是对猫过敏，你快找人给看一下，啊！你别担心啊，我就在这陪着你，一定不会是视网膜的问题，别害怕。医生马上就来了，啊！别说话了。好。哎，医生。已经受伤了，眼睛有东西掉出来，半个小时之前刚发生的，可能是对猫毛过敏。你看要不要马上做手术，或者说是，啊？别着急，小伙子，来，跟我来。好，哎，慢点。球结膜水肿，都掉到眼眶外来了。哇，使这么大劲儿啊！哎，好了，红了，我看。好了。哦，注意啊，再不要揉眼睛了。我给你开点这个消炎眼药水，再用冰敷一下，就可以完全恢复了。好，谢谢大夫。哎，别客气。没事，一切都好。啊，那就好。啊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家一步给你的生日留下了遗憾。不失为一次有趣的经历，不过倒让我看到了你另外一面的样子。这是在夸我吗？再自由的心，都会有脆弱敏感的时候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会需要找到一个停靠的港湾。别怕啊，我在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我看不见了怎么办呀？那我就是你的眼睛。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，感情也是，不能着急。宝贝，你今天差点闯了大祸，你知道吗？不过给你见功不过的机会来了。王八蛋，薅羊毛薅到我头上了是吧？想从我兜里掏钱，找死！我看这些照片对未来的影响更大。什么意思？您看，向东南，未来过生日，邀请了向东南。却拒绝了沐晨，您觉得对谁的影响最大？
跟他讲，这些照片但凡泄露出去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明白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女的是谁呀？哎，我把那个照片已经给他了啊。问题是这个钱，哎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没错，还果真能从魏有才的口袋里头拿到钱啊！啊，可以。好，这回咱们合作愉快啊，咱们下回继续合作，好吧？好。哎呀，合作愉快。这昨天的事儿啊，真的是个误会。苏老师，您去哪儿啊？我去学校上课啊。我送你。啊，不用，谢谢啊。苏老师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送你和向老师一起去上下班。为什么？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保护他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他需要人保护，需要人保护的人。等一下，你这么说的意思是，有人要伤害他？光年娱乐的老板正在派人调查你，我担心。魏有才，他调查他干嘛呀？调查就调查呗。未来跟我说过，他爸爸是个多疑的人，我理解。对。老魏和小魏他们不是一个单位的，你还是坐他的车吧，我们两个男的保护你。你们俩保护我？你别逞强啊，到时候真的需要我们保护的时候，别哭着喊着来求我们。你放心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谢谢你啊，林生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，我先走了。你不和苏老师一起去上班吗？他不需要坐车，我需要。你怕魏有才？我怕累。老魏，你怎么回事？不说好了吗？怎么又给我监督广告？我的表演课一节都排不下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等等，叫什么啊？魏小姐。这是蔚蓝上一季度的话题指数以及商务代言的销售数据，蔚蓝的乖乖女形象很符合贵公司的品牌定位。魏有才，你不要再调查我的朋友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，我是认真的。小插曲，小插曲。徐雨瑶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看。慢一点哦。贝斯贝贝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马上就知道了。
学公式。怎么样，好听吗？哎呦，鸽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很喜欢。我真的很高兴，我觉得像做梦一样。我没想到有生之年，偶像能给我写一首歌。打住啊！这首歌不是写给你一个人的，是写给所有像你一样背不下数学公式的人的。四舍五入就是给我写的。真没想到学渣还有学渣的福利，谢谢夏老师，还有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还有一个人你没感谢呢，如果没有他，就不会有这首歌。下课了，陈老师，请于晚上8点到鸽子大食堂，一定要来哟，南鸽子。宋老师，你说这个班的学生为什么那么让人感动啊？头疼的一天是孤独的一天。去啊！出什么事了？哎，老苏，该不会是魏有才吧？不至于吧？调查就调查，怎么还跟踪了？你哪次不是上当受骗啊？你怎么就这么记吃不记打呢？就你的那些狐朋狗友，哪次不是利用完你拍拍屁股就走啊？苏西不一样，在利益面前没有人能不一样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。我拜托你不要再控制我了，行不行？你也就个子长大了，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给你操心呢？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
来，松手。向东南，你怎么下手那么狠啊？差点被你整废了。我还以为是。以为什么？老魏派来的杀手啊？苏老师，你不是说你不需要保护的吗？怎么那么紧张？你干嘛跟着我呀？当然是保护你啊。谁让你保护？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为了保护你而保护你，我主要是为了陈六三考虑。你要受点什么伤，他还得照顾你，多可怜。从放学到现在跟了一晚上，没吃饭吧？请你吃饭。谁跟了你一晚上啊？我是刚巧路过，看见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所以跟过来看一下。啊，不吃拉倒。啊，吃，吃吃吃吃吃。你们谁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四周可都是摄像头啊！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啊！你们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他一定会弄死你。医药费你出啊？成交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！哎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别喝了。少废话！哎，别喝了。来哥，下次请我们吃饭，不要搞这么大的阵仗。你看，把老苏都吓着了。哎，好了，齐哥，对不起，我代表全家跟你道歉。干嘛呀？跟我道什么歉啊？我要再一定找你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让人给你钱，让你离我远一点？他是不是派人威胁你，不让你跟我当朋友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不可能。但我以前的朋友不是被他打的，就是被他吓走了。还要自己走的？你闭嘴！哎呀，你爸他真的没有对我做什么，别哭了，头发都乱了。他是现在没有对你做什么，不代表以后不会。以我有才的风格，调查是第一步，要不就是动手，先软后硬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老苏的。得了吧你，刚才还把我推到前面去挡灾。你那是意外，我都保护了你一晚上了。你那叫保护啊，明明就是跟踪。哎，老苏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保护了你一晚上，跟了你一晚上，一口水都没喝过，一口饭都没吃过，连厕所都没上过，就是怕老魏把你给绑了。你神经病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谁干这种事儿啊？你虽然身手敏捷，但你好歹是个女孩子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烦了，我配啊！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别开这种玩笑！你喝醉了，说胡话了，走走走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来来来，送他回去。回去吧，走着。放开，放下，别乱。走了，向东南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给数学公式做的 MV， 好玩吧？嗯，可以啊，小凡子。怎么着也是第一次和大明星合作，走心了，走心了。感情之前和我的合作都不怎么走心。不敢，我对你可是没有二心的。你可是我的钱包和大腿。知道就好。这个 MV 的制作费用，你有跟向东南申请吗？啊，这还有钱拿？这就要看你怎么拿了。你先上传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不愧是师大附中巴菲特，佩服佩服。要是鸽子在就好了，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这个 MV 了。鸽子呢？哦，他说他不来了，在他家店里。补课吗？补什么课？我刚才放学的时候在学校碰见陈老师，他说他去找鸽子。让一下。
师要是出去怎么办？要是和向东南说了嘴怎么办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怎么跟陈老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开神仙，细数我无边，我几千千，清雪枯裂，再看几次见，心里提几何？记得走掉了，他唱歌好像不太行。会给我们圆满的祝贺。很棒。刚才向东南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看中我干什么呀？快说呀！都什么时候来考虑？你要急死我呀！好了，我知道答案了。但我今天不想听了，走，先跟我们回家，不听了。走。什么东西？你先说吧。刚才在居酒屋，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啊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磨磨唧唧的算什么男人？不是，那不是说不清楚，是，反正就不知道怎么说清楚吧。怎么就说不清楚呢？我当然喜欢他了，但是是兄妹之间的那种喜欢，不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喜欢。又来了，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纯友谊啊？什么兄妹啊，什么哥们儿啊，那就是一个道理，骑驴找马的心态。太渣了！你凭什么说我渣呀？你就是渣，你渣的实至名归，表里如一，由内而外。听听你自己，向东南魅力四射，桃花不断。因为是哥们儿，所以亲亲嘴也无所谓，就算亲一百次也不会有什么感觉。你品啊，你细品，你是不是渣？我，王导，你为什么把我说的话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我没有记你说的话呀，只是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自己，比较震撼，所以印象深刻。震撼？你有什么好震撼的？你还不是一样，亲完我之后跟没事人一样的，还跟我称兄道弟的，看起来比我还无所谓的样子呢。咱们乌鸦别笑黑猪黑啊，指不定谁更渣呢，渣女。谁说我无所谓啊？那是我出过的。苏琪，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所以。林生，找谁？找你们俩。又出什么事了？数学公式，火了。啊？今天累了吧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又是从早到晚的。没事，姐，你辛苦了，跟着我到处跑。习惯了。退圈了还能唱起歌来？向东南最近有点翻红的迹象，之前那首《流浪猫》，还有这首新歌，这一次为重新出道做准备。这首歌还挺好听的，难怪猫警对向东南念念不忘。你们也在听这首歌啊？哦，陆晨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没事啊，你们听你们的，我也听了好几遍，这首歌挺有创意的。是啊。谁能想到数学还能这样唱出来？是啊，我应该有时间的话，好好扒一扒这首歌的细节和结构，真的应该好好的跟这些学生们学习学习，对吧，崔姐？之后啊，我有时间的话，应该要找东南好好讨教讨教。牧尘老师谦虚了，谁不知道您是华语乐坛的支柱啊？去了您不就垮了吗？怎么会垮呢？东南感觉快要回来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走了，姐。
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只要确定了自己的心意，就要明确的告诉对方，不要开玩笑，不要留余地，不要让别人胡思乱想。老苏，干嘛？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所以你更应该对未来负责了。含含糊糊的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。怎么又扯未来啊？能不能说点别的？哦，对了，昨天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总算扯回来了。我想说我。改天再说。哎呦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你都唱跑调了。我又不是歌手。哎，这个歌真不错呀，你是哪儿来的灵感呢？我先去上班了，你记得别迟到了。哎哎，那是哪位姑娘啊？我能见见吗？对于艺术而言啊，爱情是激发创作灵感的不竭源泉，你可得对姑娘负责啊。行了行了，先挂了，信号不好啊。拜拜。负责负责，负什么责？他为什么不对我负责呢？何处无芳草，何必非在身边绕。未来别低头，皇冠会掉。厂家，我没有收他们一分钱，一分都没有，我没有。真的，今天你要是不赔偿我们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，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我干什么的？苏老师，西安市老师来的正好，让这个小骗子赔钱。说谁骗子呢？话不能乱说。我是前面师大附中的老师，这是我学生，有什么事儿去学校找我。现在我们要去上课了，请你们让开。骗子老师教出骗子学生，还师大附中的，别嚷嚷，没证据不能乱说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你要证据是吧？我们给你。看到了吧？就是他，你的学生和无良商家合伙卖货骗我们的钱，现在我们的脸都这样，你说怎么办？就是，今天要么就是他赔钱，要么就是你替他赔钱，拿不到钱。我是不会离开的，你们也别想走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不要脸。小小年纪都不学好啊？这我都录下了。威胁、拦截、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，根据刑法寻衅滋事罪，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人证物证都在，要不要咱们去隔壁派出所聊聊？算你走运，这事没完。哎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为什么要找你要赔偿啊？你脸上的过敏跟你有关系吗？还有他们说的诈骗什么意思啊？你可得跟老师说实话啊！我不知道，老师，我没有。
能有什么好事呀？这八班什么时候消停过？你先回学校上课，中午午休的时候到办公室来找老师。别哭了。好好上课啊。刚才谢谢你啊，吴老师。谢什么？啊，这事儿啊，该上报我得上报。你刚才录的东西能给我一份？我没录。你刚才不是说……哎，我吓唬吓唬他们，这是人家隐私问题，这法律不允许。也是。老苏说的没错，这含含糊糊的态度不行，不够爷们儿。既然是他的初吻，我就要对他负责。要怎么负责呢？在干嘛？老苏这么深情款款的看着吴老师干什么呢？看够了没有？这一场吧，那么又是一场风波。所以班主任的向老师该怎么办？我姐夫又要找我了。下周各班应陆续开展以安全教育为主题的班会，教室存在的安全隐患要及时上报总务处，注意教室内的用电安全。禁止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，禁止侮辱、讽刺、谩骂学生。老苏，我在很认真地告诉你例会的主要精神，你能不能给点反应啊？哦。我们班应该不会出现体罚的情况。现在都几点了，刚才还跟老吴在那儿开小会，你就不怕迟到？我刚才遇到了一点事情。什么事情这么隐秘啊？需要在小巷子里面说悄悄话，我有没有荣幸听一下？向东南。干嘛？孔潇潇被人堵在弄堂里，是吴老师帮我们解的围。孔潇潇为什么被堵在弄堂里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潇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平价、平价保湿面膜。再说面膜。学生党，贫民窟女孩 ，Come on！ 你早就知道他做这个。面膜呢？知道。是。哎，那就不用多介绍了吧？你知道为什么不制止他？为什么要制止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它可以深入肌肤的基底层，达到一个急救补水的效果。上一次我敷的时候会有丢。他是高中生，高中生的任务就是学习。哎呦喂，老苏啊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现在的孩子都是网生代，从小攀着网线长大的。再说了，时不时的分享一下美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。可是现在分享出问题来了，人家用着过敏了，堵人都堵到学校来了。一个高中生，你让他怎么负责任？你都说了他是高中生，网上的真假消息那么多，自己不会学会甄别吗？再说了，美妆产品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，有的人用了过敏，有的人用了不过敏，怎么都能怪他去了呢？现在问题出现了，我们应该是想办法帮他解决问题，不是要帮他推脱责任。算了，跟你说也是浪费时间，我跟学校汇报。你怎么又去跟学校汇报呀？那杜开不得小题大做了？社会人士围堵学生，成何体统？多亏是吴老师看见了，否则孔潇潇就摊上事儿了。我就说吧，这高一八班的学生不学好，带回学校不能去。我认为现在马上以学校的名义发一份公开声明，强烈谴责网友威胁恐吓学生，保护学生的安全，维护学校声誉。杜校长，我也觉得不成体统，可是学校现在发声明对于这件事情的作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，本来没多大点事儿，学校一发声明就小题大做了。是学校是提前摘干净了，可是对于孔潇潇来说就变成了活靶子，这样一来不管是对学校还是学生都不会有好处的。苏主任，你怎么看？ Hello， 宝宝们，我回来啦！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是新的一年新款文具测评。
关于学生党的四叶装，等我回家之后再好好给你们做。这一期我要介绍我本人超喜欢的一支，书写馆极其顺滑，那就是国货之光故宫联名款新款的。这样，直播。好吧。这支笔啊，首先它的笔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艺川。你，哎，小刘，你这个地方有点秃啊，你拿个书盖盖。走。